próxima. Hola. Thank you.
Oh,
家都特别喜欢他的舞姿。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舞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舞啊。啊，对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点关注啊。他来了去千峰跳一次没跳的太急了，对啊，以前丽丽他们都拍抖音拍的很少，后面十七说拍嘛，别人都在拍为什么不拍呢，也就是说还说别人都在直播为什么跟直播呢，然后后面丽丽有社恐嘛，她不怎么习惯那个，现在都练出来了，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，呵呵，他以前拍那个抖音都拍了很少，业绩好，现在我用的三脚架，那没办法，时间他们已经开始跳了，没时间了，时间搞不定。节目进行太早了，容易小孩。
过很白衣山。嗯，挺适合雨天的。是做中秋。端午节的路上广东的。端午节，开票吗？应该有抢。端午节收的少吗？少。下一个。现在抽这样，现在。哦，九点十分，还有20分钟，哈哈，那个坚持。有点上二下。下密密麻麻的，有可能跳一会儿就走了，但有可能会坚持在9点半。你8点正，咱就7点50多就开始跳了，7点55左右。嗯，这次跳应该7点59，但是我只看到3条是跳的不错，就尽快的是最危险的。对啊，对对对，所以说，为什么郭庄舞代言是选的？拥挤他单独一个人去拍的，对，拥挤他之前我录了他们，他之前也在圈舞那边，以前一直在跳的。对，刘娟是体育老师，他也是教舞蹈的，他在西边桥江西街那个西边北大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场地很小，那里面跳，但那个时候在那边拍的，那边距离这边很近，1公里左右吧。那主要是因为这边人是最旺的人群。这名字倒是什么？不知道哎。对啊，肯定9点半，因为现在下雨了。下雨了，因为我都打了伞。其实我车不是很大，只是说我车上有伞，就顺便拿过来。不客气，我应该带稳定器的，我带了三脚架不好，因为固定的，然后我的镜头定焦了嘛。
现在温度应该在27度左右。
该看那个拥挤那个视频，就他说代言奥运会的人，奥运会里跳舞的人，他买了一顶帽子，但那个现在视频还没做出来，那应该是宣传片，应该是另外的人。最新的那天我看了一眼，是上个月拍的，那新的没出来。我上学的我用这个车轮是江东的，这个车哪用的？后面那个。这个天叫起来舒服，这个雨下的不大。两个，两个，这是谁？雨越下越大。哇，那个三个之前还有什么的？也是用的吗？不是。钉子过来，用针了，本来就用针了。对，他们放音乐了，因为放新的音乐了。稳定器的话就可以钉着拍，但是这个就没办法了。然后我们三脚架就不好，三脚架就不好对焦。对，送最多的一个是邓紫跟拥挤送那个，他的有之前我不知道嘛，那个是邓紫跟送的，那个应该在16斤左右。昨天弹幕里面发了。三角架比较轻，倒着一些，没事。对，切割有些他那个，他们有些一晚上没跟我播。这个是金刚舞那个，要放20分钟。星期三，对对对，好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你们准备好要听20分钟。现在9:20多，9:23，应该要正常的话，应该在9:43。9:43一直手摇一摇的，然后2小时。哎，对，本来我也不会说，但是觉得以后再说吧。父亲，你说悄悄咪咪的说，他们说让我说公母，说用讲母的都可以。你们是谁建议的是让我说的公主吗？因为他是跳舞跳最用心的。说什么用解牌？会的。对啊，就是周丽就是说的这个金棒舞跳的什么？啊，好呀！就是找那个公主，直接找到他们，发到群里面。
需要解吗？太大了。他这边是。我这就上就上。我这够了，再拍一手就完事了。啊，咱们直播能力对，那是。方便，这对你们懂的。啊？他去站地方便一点。不清楚嘞，那这好像是凳子放了松，贴了车子吧那边嘛。大东家不清楚，这回事。啊，这不要，反正我觉得有那个心意就可以。发那个再大再小都是一个心意。你这个十五六斤，我家里也有，我也有，真正的宣发也保不齐哦。放家里面还占地方，那十多二十斤那个好大，从车推过来的。不接接拍，过来这个，啊，吴京过来拍，哈哈哈哈哈，吴京声音，吴京，帮我拍一下。再加个宝贝两个字才能过来，叫吴京宝贝，然后叫过来。哦，说的没错。好好，一首。不是星光，星期三这个歌啊，或者是这个歌要，是星期三这个金刚光，这个歌。新的歌，一这一跳就跳了十点钟去，这个歌一响二十分钟，我看得清楚，看着灯下下不了雨。这个雨，可能他们一般不下大的话，一般是第一个坚持最后。主要是你放那歌的话，二十分钟的话，就要十点过去了，还不存在。我要老王见见我的。